哦，然后才看见哦，是你那个短头发的那个形象的。哦，哦，这样像你。来，这没事了，就我就关门了，我就。刚才我进来那一路长都在那里，他们是被你惊艳到了。哇，就得多惊艳啊那个。这就是当然小的时候古装剧里会用到的头发。真的有用过，我没见过你短头发，是吗？哦，风云的。哦，那个像风云的感觉。对，这是真头发还是假发？真的，真的，你头发了？不是，假发中的真发。一二三。